小姐，你的威灵顿牛排好了哦。谢谢。谢谢，请慢用。做工繁复的威灵顿牛排，竟然在池岛堡餐厅就能品尝。现切炉烤牛排、德国猪脚，还有泰式经典火山排骨，让肉食主义者仿佛置身天堂。我们大约每三个月会更换一次菜单，那主要的料理就是以美式、日式还有泰式料理居多。目前定位相当热络，那六月底的定位都已经额满了。罗马猪肉卷酥脆到发出卡兹卡兹的声音，夏天到了想开胃，还有越南荔枝鸭肉沙拉以及松板猪米线，台湾人爱吃 buffet， 就连麻辣锅也来分一杯羹。肉腾腾酸菜鱼汤底放入鱼片好刷嘴，餐饮集团麻辣锅品牌台中店华丽转身成为吃到饱品牌，要让嗜辣饕客一次吃个够。其实吃到饱的一个市场在台湾其实是历久不衰的，前先以台中为主要的营运的一个区域，那预计来客会以倍数成长。迎接暑期餐饮旺季，新版希尔顿酒店 buffet 八月底前有威灵顿牛排，如溪酒店吃到饱餐厅七八月推德国美食，干杯麻辣四五放题，七月份分享限动送海鲜，就是可能牛排、海鲜之类的比较不会很后面吧，对啊，因为汤容易喝下去容易饱嘛。民众花钱来吃到饱餐厅，当然想一次吃够本。营养师建议饮料以无糖茶类、黑咖啡为主，清汤可以餐前来一碗，浓汤类有的含淀粉，建议吃完主食后再品尝。我们还是建议先吃蔬菜为主，一方面是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，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面可以优先去选择一些瘦肉，或者是像是脂肪含量通常比较低一点的海鲜类。台湾吃到饱市场选择越来越多元，如何吃出高 CP 值又兼顾健康成为一大学问。三立新闻陈世雄、易立婷综合报道。